Amix 成员个个有着甜美可爱的外貌，在出道的歌曲《Oh》和《Tank》中，却都展现出帅酷强劲的风格，征服世人。姐 Amix cover 了师姐 Twice 的《What Is Love》，清新甜美的风格对女孩们来说也完全没有难度。尤其是充满公主气质的苏丽云，更是可以直接加入 TWICE， 也没有人会发现吧。Mix 真的无论什么风格都能驾驭，希望未来 JYP 能够让女孩们多多尝试啦。